预防寨卡病毒传播，必须防止啲蚊滋生，同避免俾蚊叮咬。大部分患者冇病征，喺受影响地区返港后14日内，要继续用驱蚊剂。唔舒服就要睇医生，话俾医生知行程细节。孕妇同正准备怀孕嘅女士，应该考虑延迟出发。一定要去受影响地区嘅话，就要做好适当嘅预防措施。